华陈弊案，国民党议员应小薇遭收押禁见，下一任恐怕出局。中正万华首议席士林北投选区也有议员牵涉弊案，一口气掉两席。国民党籍的陈崇文疑似收贿台志光案入狱，同选区陈振中则因为涉嫌炒股案被解职。但陈振中家族长期经营士林，地方曾传出弟弟想选或女儿陈怡杰接班再战，势必都让下一届议会添变数。尤其蓝营李彦秀、民进党王世坚和吴佩益纷纷更上一层楼，选区各阵营都得重新布局。2026不缺席啊，对，但是是要选市长还是要选什么？对我来讲，其实当然，如果可以挑战市长，当然是我的目标之一。曾喊2026不缺席的高嘉瑜，这回柯文哲风波也不缺席，频频发声打柯。外界关注是否将循李彦秀模式回锅港湖，绿营首都备战引发关注。民进党都有自己的规划，但目前还不到这个讨论的时间，不会因为这一些人的关系而去做任何的时程改变。有心人士在操作所谓的2026的选举，我个人认为整个案件跟2026的选举绝对拉不上边，2026也不代表民进党一定好选。兵家必争之地还要从长计议。另外，民众党原本2026打算大举进攻，现在也受到主席弊案影响，恐怕削弱声势，也牵动蓝绿白议会版图重新洗牌。民新闻综合报道。